在远方，今天也是天气好好啊。人生短暂的停留，总是太多无法拥有。早上好，浩浩。好好好早就过来了，他爸爸送他过来哦，待会跟哥哥还有姐姐一起运动哦，参加哥哥姐姐的队伍了。开不开心？现在完全好了啊，生病啊，是吧？过几天也是可以一起游泳了，好好。他太早起来了，雨辰和佩奇运动太累了，起来的要晚一些，就是睡得跟死，对呀，睡得跟死猪一样。他们快点叫他们起来，妈妈在厨房做早餐喽，在煮早餐是吧？对，哦，辛苦了妈妈，煮米粉喽。佩奇起来喽！我也想睡觉。你也想睡觉？别睡了，待会去运动了啊！姐姐也给浩浩报了篮球，跟雨辰一起学的。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！浩浩提的什么？垃圾哦，帮忙扔。走了走了，运动去了。每次开没多久就跳闸，整个屋都跳。佩奇买了一个这个二次元的头发是吧？是我戴的。那给谁戴？我给我同学戴的。拆里面，他发现里面那部机没问题，要查一下外面那部机，要爬出去。浩浩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这是什么知道吗？钵仔糕。钵仔糕，钵仔糕哦，阿姨做的哇。嗯。我们都一人吃了好几个了。嗯，吃的嘎嘎香啊。佩奇吃了多少个？三个，好不好吃？嗯，佩奇也很喜欢吃哦。你吃的是啥口味啊？红豆是吧？还有绿豆的哇，两种口味哦。啊、哦，你要吃两个啊？现在只有绿豆的。对，有绿豆的，来坐下来吃吧。拿个那个牙签撩出来啊。对，大朋友小朋友都爱吃。我们一人吃了一个糯米鸡哦，很好吃哦。OK， 给你掰成这个样子。一个糯米鸡，一个大的。对哦，好大一个哦，我们做的这个糯米鸡哦。你看这里中间这里是那个瑶柱、哦、看到吗？看一下，对啊，是哇，这么大颗，对啊，两颗大瑶柱，对啊，有虾有瑶柱，很新鲜的哦，加一个特写，对，这里是虾，哇，妈妈，瑶柱是不是贝壳上面那一颗？嗯，对啊，干贝啊。浩浩，你的还没来啊？外婆拿来了，你看，浩浩看的，超级香啊，来喽，小心哦，对哦。他那个碗装不下太少，对，我们做的超级大，阿龙也吃了一个，整整一个啊、哦，吃饱了，好吃吧？好吃啊、哦，特别香，对。哇，佩奇的也来了，也剥好了是吧？好香哦，快点吃。我老妈做的这个三蒸三晒的这个红枣很好吃哦，软软的。然后我妈说又拿出一些红枣，再晒多一点，有大的有小的。天气那么热，一晒就可以了哈。对啊，是吧？随便晒一下就干了。对，看看我妈怎么做的这个红枣，这是生的，先全部倒下来，洗一遍，洗干净。拿个锅蒸是吧？隔水蒸是不是？隔水蒸哦。我老妈最喜欢整这整那了，给我们吃。
那么少水就够了。蒸多久啊，妈妈？就是几分钟就可以是吧？哦，蒸一下就很快软了哈。那个皮软。嗯。蒸了就感觉比较小个，就没那么多了。哦，挑出来啊。妈妈蒸好了这个，很好吃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，主要当零食吃。走，雨辰拿上去楼顶晒啊，楼顶太阳比较猛哦，看着来哦。对，刚蒸好的，外婆，拿上去吧。你晒到太阳了。对，放在中间那里啊，好晒哈，走。刚刚去发完货回来了，阿龙呢让我买一些菜，然后买了一点咖喱，他今天晚上要给我们做土豆咖喱哦，还买了一些菠萝，加入菠萝可美味了，他说已经在厨房跟妈妈忙起来了，看看他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待会儿再弄那个。待会儿再弄这个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先切这个。切完吧，妈妈。切完。对啊。这个是你在摩洛哥学会的菜吗？对，跟别人学的，我去边教。它没有肉啊，妈妈不吃肉。我不吃啊。没事没事。就做一个没有肉的虎皮。就生炒对吗？加鲜炒，把它炒软。哦。它慢慢煎，把它给煎软，就表面要煎焦一点。今天阿龙是大厨了。好专业的样子啊。我在摩洛哥都是别人给我做吃的。回到家就你做了。对。哦，煮好了。咖喱。好多咖喱什么？咖喱土豆，对，咖喱土豆。今天是浩浩的生日哦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寿星，晚点我们一起吃蛋糕啊。嗯，它这个汁很好吃，很下饭哦。嗯，多吃一点啊，就煮的那么好吃哦，特别香，我也吃了。佩奇洗碗了，今晚。洗干净啊。